各位网友，又到许知远诗词讲座国语版，今天呢，不再写左炳，不管是谁的不写，但是呢，我讲关于诗词里面最关重要的有一个。明朝叫做杨南风，这个诗人对写诗那种一言九鼎的精要来讲，我觉得这个对诸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暂时不举例，我来讲这个他一段不多，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写诗的问题。他说：“作诗不以歌律体裁为论。”那这句话呢，他并不是说可以不要它，不要歌律，不要体裁。那假如诗不讲歌律，不要讲体裁，讲什么呢？当然，这句话呢。他应该是说，作诗不以歌律体裁为必论，必然要论道的，或者是主论，还有主要的论道的。他认为作诗不是用歌律体裁来献祭一个有天分的诗人对于这个写诗还有必论的东西。没有什么必论的，没有什么是主论的，重要的还是你写好诗，这个才是关键的。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读书啊，你不要看少了一个字，多了一个字，它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他，我们当然写诗，你不讲歌了，讲什么呢？你不讲题材，讲什么呢？所以呢，应该是。他以为啊，不能专门以这个歌律体裁为必论、必要的论点，或者是主要的论点，没有这个事。只有能够你写的好诗，大家能够称赞你的诗是好诗，大多数人承认的话，这就是好诗。那其中他里面就讲到了啊，唯求能极突通。胸怀，胸怀，你能写诗呢？能够激突胸怀，你里面你胸襟所包容的东西，你能够激突胸怀，你能够全部那个拖出来，激突，不是歪曲，不是这个讲一半又不到位，这种东西呢就不好了。激突胸怀的字，时最景象。人写诗有两种，一是景，一就是情。那激突胸怀是什么？是情感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写诗讲性情，就是胸怀的东西。时最景象，这个第二个咯。写诗还可以集最熟景象，你写景，你能够习最很到位的把这些景象啊，那个影像通通出来，那你就是高手。独具可以忆妇人小姐，皆小所言。那个突出通外是最景象，你读下去呢，可以喜得，可以忆，可以喜得妇人小姐，年轻的人，小孩子，或者是妇人，没有见识的女性，皆小所言，
都了解你讲什么东西的。西定为好事，这个就是好事。我现在啊，大家都应该非常了解啊，这个事情的确是如此啊。你看看李白写“床人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过是过故乡。”哪个不懂？对不对？那你其他很多很多啊，那个七节啊，那个扬州这个这七节这个男女的啊，元旦啊，这个大家的男男女女的都能够知道啊。这种东西就是你是不是这个人毁的，你要人猜的。现在都是很是迷，还朦，他们说这朦胧诗啊，是什么诗？叫无题诗，无题诗是朦胧诗，朦胧为美，哪里有诗就是朦胧为美呢？诗一定是啊，极度胸怀，诗最紧张，肚子可以忆妇人小姐，借小所言，岂定为好事？这几个字大家有记得了。其他呢，说道丁啊，专睡啊，区区一古人，剔特。那古人那个眼泪那种吐出来，那种老生常谈的东西，那个、太确那个都没有用的。那种豆丁啊，问不成章的啊，这个闪闪烁烁啊，很闪很慢，又不知道讲什么东西，好像五统贵，像原子才说这个为师为民这失败，这个它就是豆丁嘛，拖沓嘛，啊，是用批字嘛，专注是不是？到牛角尖去，那种用的批点批字，那有什么用呢？区区一古人太特，这古人强讲的了，这等于常常等于那个他的弊态，等于他的跳出来的东西，吐出来那个东西。以欺新学生姐，这人都是欺负啊，欺骗那新的学生的，这些东西都是不好。虽千篇万卷呢，虽然很多，很多人不是甚至写诗写很多吗？啊，举动就很多很多，什么露乳体啊，什么啊，反正。啊，一句话可以用八句，用几句来签名，占的这个篇幅啊，需千篇万卷的粉石备至，那粉石啊，来的涂抹它备至，你完全可以做到。一目偶即假先说之举动啊，这些都是木偶啊。又旁边就给人家用那个线假的线索来牵动你一举一动的，那是有什么东西好不好？这等于木偶嘛，这个线索嘛，啊，这举动啊，无魔垂涎，这些东西我都不稀罕，我觉得这种事情很烂的事。代代为师，他一转变，代底为师，那总过而言之，简言之，啊，当时一之而言不从。你写一首诗，一之而言不从，你这个诗层出不穷，什么灵光在那个脑袋？那个是这个洞不穷啊，你长也好短也好，你都能够控制到啊。你的源头不同，这是什么波了吗？你写诗一定要波，你读很多的诗，你才言不穷。嘴字味异常，你
慢慢来咀嚼它，人家写出来滋味，它的味道异常，你越想越强，这个味道越想越有，是为作家之傲啊。这个才为作家，也是诗家，这个作家就是诗家，诗家之奥妙啊，这才是作家之奥妙。杨南风，明代一个大诗人写的，我觉得这个是给我们这个各位诗友做参考，做事不以各论体裁为论，为求为必论，为求能鸡兔通外，最诗最景象，独自可以忆妇人小姐，见笑少年。是定为好事，这个一定是好事。那其他豆丁啊、砖竹啊、找牛过肩啊，区区一古人的泰特语气，新的学生讲虽千万片万简，粉背你哪怕你是粉背，怎么样把它涂抹？当你觉得是没有错，没有错误了，都是非常粉饰的很好。这个木偶是先说举动，这个谁都会无物取言，我就不要这种呢，就是烂事啊。代代呢，换言之啊，那个诗呢是能够叶字，你能够把它叙述好的时候呢，言不穷，你使得它的源头不穷啊，人家读你的诗啊，知道你这个来历是怎么样，嘴之味异常，你越想它越，它的味道越强，是为作家之奥妙呀。今天呢，假如大家呢能了解这几个，啊，这真是很好的。这个真是诗，啊，不一定是举例，举很多例都没有，但是他几句话。通通把诗的要关键的东西都写出来，所以大家不要看小这种，你要啊，请大家回去慢慢思考那个杨南风所说的作家之妙、之奥妙在哪里？谢谢诸位。